我昨天晚上又再次租借了私人的场域，重新做一次成绩。大雾的车牙，昨天的成绩用了两台车牙的测试，一样都跑出了8.59秒的亚洲纪录。我们算是正式打破亚洲纪录。各位粉丝，大家好，我是廖老大。昨天内地的零四车友做了一个8.77的成绩，然后打破了我在那边登录的8.88的时间。我昨天晚上又再次租借了私人的场域，重新做一次成绩。大雾的车牙，昨天的成绩用了两台车牙的测试，一样都跑出了8.59秒的亚洲纪录。我们算是正式打破亚洲纪录。但是由于昨天天气太阴冷，所以卫星少接收到一个讯号，没有办法上去。但是美国车牙跑出来成绩也是8.68。OK， 我想告诉大家，台湾永不畏惧。至于亚洲的成绩，我再重新做一次，找天气好一点的时候，让八颗卫星都能侦测得到。台湾永不畏惧。伊讲，使，叫我使，我讲啦。伊讲，你姓名叫啥菜？你嘛甲我介绍一下。我是想讲，阮兜托你讲，是材料无好。我讲啊，我甲你介绍啊，这人你真熟啊，我甲你介绍，就是我。阮兜姓名就是我看，刷过是我刷，全部拢是我。伊嘛半信半疑，伊使即个假讲真诶啦。你去问阮内底，你问阮内底员工，无过两年，知无？使，我最近生意较好呢。哦，我自从迄刷了了后，拢计划顺利个呢。哎呦，使我甲你讲，你真正真个。我只是甲你讲安怎刷了，你做安尼就对。自从这件代志了，安尼啊喂，这胡小姐，胡小姐你有一只无？胡小姐，啊你嘛帮忙，你莫只讲讲我最高算济安尼啊喂，你是去本来来找我了，老大，我要看位安尼啊喂，我要冲到面往路就惨了，我冲到面变算命啦。风水是安尼啦，风水是安尼，望听就好啊。算命你讲方位吼，拢望听就好啊。我朋友嘛真侪不如意哦，一个做 Plus 的啦吼，一直拢做7-8年，生意拢无真好啦。朋友先某来就讲啊，要等诶啊，哦最近吼交运足歹啦，最近公司吼毋知是安怎啦，连面师傅安怎，连面拢袂顺啦，公司拢无趁钱啊，你呢？伊讲使，叫我使，我安啦。伊讲啊，你姓名叫啥菜？你嘛甲我介绍一下。我是想讲，阮兜托你讲是材料无好，这五年有够袂顺诶啦。我讲啊，我甲你介绍啊，这人你真熟啊，我甲你介绍，就是我。阮大姓名就是我看，刷过是我刷，全部拢是我，方位拢是我看，我无你通看。人来甲我看，佫晓笑，佫晓叫，西可能来要看劳斯莱斯的姓名，你头壳讲着。你西托塔，你来帮我算命，我西劳斯莱斯呢？你嘛去甲家己算个西劳斯莱斯来帮你袂算。我甲迄个胡小姐讲，就是我。伊讲啊，无你来甲我看者，我讲免鬼看，我甲你教安怎看就好啊，你就会晓啊。你足简单嘞，你公司生到啥物样我嘛唔知啦，我唔捌行入去过啦吼。来，我即马甲你讲，假设是你。你是领导的姓名，你就是一个要坐伫迄个所在的人。哦，这间工厂就是你的，啊，你要找一个位，还是坐？你想要坐到？你的姓名，你要坐到？你想要坐到，把姓名刷起来就对了。哦，你即摆姓名才到，哦，我即摆姓名才到，所以普利斯基也会卡。啊娘喂，迄普利斯基，你把你姓名放在面顶，爱伊的名，你哪有去坐伫遐？我胡小姐，你哪有去坐伫遐？啊，你办公室坐到，我办公室坐。